那么接下来有请微博年度星光奖获奖人快乐男生白举纲、华晨宇、李云迪中国钢琴梦李云迪上台领奖。有请各位得奖人，恭喜各位。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人，谢 谢, 谢, 谢也恭喜得奖人。谢谢，我们想请王伟忠先生和华晨宇先生还有龚琳娜女士在台上稍留一下好吗？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颁奖人，谢谢得奖人。想先问问伟忠哥。有伟忠老师，参加这个电视节目《中国梦之声》对您来讲，今天在我们回顾2013的时候，这一刻如果要问您最大的感受，您会跟大家如何分享？我觉得人才真多，看得眼花缭乱，所以很精彩。这一年我自己也看到很多东西，也学习到很多。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火星弟弟啊，火星弟弟是要用火星语跟大家来这个打招呼的，华晨宇啊，哎，拿一下，来来来。Hello， 大家好。对，那这个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既然你是火星弟弟的话，你是需要用你的火星语跟你的粉丝以及火星上的人民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哪一句是火星语？是。对。啊、哦。然后呢？然后没了。人气偶像就是人气偶像，想办法照样成热门微博。嗯。啊、哦。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嗯，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大轮的对话了，好，谢谢。我这火星语说的还行吗？酷酷，哇，谢谢，得到火星弟弟的夸奖，好了不起。